小 S 地位堪忧，意大利大妈跑街，九十够了吧？再多十欧元，快拿着，快走！我是店。小 S 在小姐姐的花店中，这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把钱拿来，把钱我拿来，把钱我拿来！你不要跑！站住！赚那么多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功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钱不花也是不花。不是这样，你们欺负矮子是不是？欺负矮子，这个拿来，你们欺负老人家。小 S 不止被弟弟们戏弄，连玩游戏时也。印度好了，印度是什么？印度是什么？有点像哎。你做三次快的，来三二一，印度拍，印度拍，印度拍，你会不会点高？下来拍，下来拍，下来拍。印度拍，